有没有注意过火车窗外的风景总是像动画那样，所有东西都很快的一闪而过呢？其实啊，像这样闪烁的背景是在很快的一瞬间所拍摄下来的。那么你也可以很简单的让你的作品展现出像这样的闪烁效果，来做做看啊。剪一张任何杂志上或是你自己画的图片，有点速度感的图片，可以用车子，用运动员，当然可以用这种水上摩托车。要记住一点啊，在我们加上动感背景之前呢，它都是静止的，一直到我们加上背景为止。而且我们要加的也不是一般无聊的背景，是像这种，注意看呢，这样放上去之后感觉它还是静止的。可是如果我说把这样的背景换成了动感背景呢？好，让我们来试试看。现在我想用一张纸还有一些水性笔来把那个背景呢变成动感背景。我们将会让背景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动起来。我们从这里的海水开始啊，这海是平静的，但是在你的动感背景上，你完全可以随性的像这样子表现它，不需要画得很仔细，轻松一点，可以画得快一点，可以画上一些绿色在海浪上，因为海看起来有的时候是蓝绿色相间的，所以海水有的时候会蓝，有时候会绿。沙滩怎么处理呢？画法差不多，我们来画一个动感的海边沙滩。一样的，你可以很快速的画好它，也可以让颜色掺杂在海水里面。接着画远方的地平线，一样哦，很轻松，快速的在这里画上几笔，然后在上面加一点明亮的颜色，不需要小心的画啊，这样很随性的在边缘地带画一些线条就可以了。现在画天空，不用很仔细的画那些云，只要在中央天空的位置涂上蓝色就可以了。明亮的太阳怎么办呢？其实一样是用线条，像这样把阳光表现出来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灯塔。我想当你的飞行速度很快的时候，你看到的也许只会是一些红色的长条，所以这里画一条，那边也画几条，在几个适当的地方都加一些。现在让我们把图片拿起来看看怎么样了，看到没有，它现在是不是就有了呼啸向前的效果。再来试试别的啊，这次我们用一些运动员图片来做做看。看好哦，一样的，他们看起来好像是静止的，虽然好像很拼命，不过因为背景所以没有动感，那是因为这个背景啊非常无聊。让我们来给它换个动感的背景。这一次我要用粉笔，你们也可以用粉笔、铅笔、蜡笔、水彩，你爱用什么都可以，只要符合这背景上的细节就可以了。比如说这块草地，只要能够做出动感的效果就好了。像这样差不多了。我想要画上跑道，我是用橘色来画跑道，可以加一些颜色到草地上，上面还有草跟灰尘。我还是会用所有的色彩来表现一闪而过的动感效果，加点黄色看上去应该不错啊。现在我们要画的是最有意思的部分了，注意哦，观众席上的人都举着一些标语板，有红色跟紫色。其实如果你跑得很快，一定看不清楚板子上的字，对不对？你能看到的只是一些朦胧不清混在一起的色彩，所以一样的，让这些颜色彼此掺杂在一起，观众呢只要轻轻地描上几笔，就会有一闪而过的效果了。你看观众多拥挤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涂上一些迷幻的色彩，让他们感觉好像飘忽不定，用很多的颜色穿插在一起，都看起来像是观众席上全都坐满了。我这是示范啊，把背景上的每一个细节都用动感的方式跟色彩表现出来，强调出背景，就像这样用很多颜色的线条轻松地表现出来了。好，接着我们把运动员加进来，看到没有，看上去他们真的跑得很卖力耶，对不对？自己动手做，从杂志上剪张图片，然后用线条表现他奔驰的速度，简单的线条及色彩就可以给他加上动感的背景了。哇哦，这可真是方便，快去拿一张纸来做这样的动感背景，表现出奔驰的速度感吧，像我一样。哇哈。